立正。上去。科目400米障碍训练。从今天起，我们的训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如果说前面的队列训练练就的是意志和体魄，那么从今天开始，除了锻炼意志和体魄外，还要掌握若干的技能，它将是未来战争条件下对每一个军人素质的全面检验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下面我给大家做个示范。打扫干净点啊！干什么呢？别弹坏了！这是日本吉他，废话，挂这不合适。来，挂这儿，挂这儿。挂这儿谁能看见啊？挂高一点。来，挂高也不行。要我说啊，你挂楼道里去，是不是？谁来谁看，是不是？拿走了啊！这不是江南小姐吗？怎么有空光临毕设呀？瞎说什么呀？谁到你们宿舍去呀？那就是张扬我们红旗来了。哟，神气什么呀？不就是一面红旗吗？我们是发扬风格，让给你们先挂过的啊！别吹牛了，有本事你把它拿走啊！你以为我拿不走啊？就冲你们班思琪啊，这红旗就是长了腿也跑不到你们班去！搁你兜里东西吧。走。刘云，嗯，来，喝杯咖啡。好，坐。谢谢。怎么样？味道好极了。嘿，千里迢迢从美国带来的正宗巴西货。怪不得呢。怎么样，林克凡，对学校还适应吧？初来乍到，觉得挺新鲜的，还谈不上适应不适应。谢谢啊，克凡。本来呢，我应该帮助你适应适应环境，可是我刚刚调到学员队也没有时间。刘云，我还不太了解军队。刚来学校，我发现领导还挺重视人才的。你是个硕士，专业基础好。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去当教导员呢？我是学校一手培养出来的，你不明白我对学校的感情。
向右转，向左转，向左转。玲珑，他的学生你也敢当啊？向右转，向右转。哎，向左转。怎么一晚上没见到思琪啊？他白天受了委屈，不会想不开吧？别瞎说，走，陪我看看去。嗯。哎，你回来接着帮我练啊。这么晚了还一个人练，一个人练容易受伤，知道吗？我不愿意连累了大家，没关系，没事吧？嗯，好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嗯，我说这多钱一本啊？多少本吧？哎，我能便宜点。我要两本，两本，十八块四，钱给你。哎，我要这个，我觉得这学对咱都有帮助。英文版的，英文版的。告诉你，咱们考研就靠这个。思琪，又在点你的小金库呢，别那么省了，今天队里发军饷，快去领吧。真的。瞧他那寒酸劲儿。哎，他父母是干什么的呀？不知道，他家的事儿他从来不提，好像挺神秘的。哎，你说咱们这第一个月的津贴怎么花呀？就那么几十大毛的，星期天出去搓一顿就没了。你就知道吃，那你打算怎么花？你看着吧。哎，程亮，我看你手脚挺麻利的，哎，我就做件衣服了，帮咱一把。哎，给你们，别这样，你。这是你应该得的，来，拿着啊，帮我洗完了啊，没事了，好 ，OK， 哎，行行行，便宜点，我就要，哎呀，不能再便宜了，太贵了，七块八就给七块吧，便宜点好，给五块钱行吗？哟，队长，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？还买这么好的烟？这哪是我买的呀，我又不会抽烟，这是白婷婷刚刚送过来的。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这一套，我想点一次名，批评白婷婷这种做法，要树立正气。同样发了津贴，小红就一分没花，全部都捐给了希望工程，正反两个典型。小红这种做法固然不错，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大张旗鼓的去提倡，因为每个学员的家庭情况不一样。这个月光收到学员家长寄来的汇款单就是3500多块钱，其中也有萧红的200块钱。一方面拿着父母的钱，而另一方面呢拿着自己的津贴费去做好事，这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。对白婷婷的事，我觉得还是把烟退回去，个别教育为好，你看呢？嗯。哎。告诉你们一个绝密消息。什么消息这么神秘？今天晚上要搞紧急结合。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啊？你别管从哪儿得来的，反正可靠。准备一下。得了吧，你上次说练队列也绝对可靠，结果搞匍匐前进，害得大家护膝都没带，怕破了一层皮。那是偶然失误，这次渠道可不同啊。
玲玲，看来您的消息是准确的。哎，一会儿我们出去的时候慢点，否则队里会怀疑。哎，快点，小王四奇，快起来。紧急集合了，快快快！哎，快！慧敏，瞎照顾什么呀？没什么紧急集合，睡觉吧。婷婷，几点了？两点了。紧急集合。那还有什么紧急集合？都下半夜了，睡觉。不集合了，哎，都是白婷婷瞎说，怎么回事儿？啊，真的紧急集合，快快快！哎，我的博士轮呢？向南，你看见了吗？我没有。紧急集合了啊！科目五公里越野。啊，现在队员们，往前走，算。队员们，步走，点二一，点二一，点二一，三二三三。别管我，不用管我。
起，加油啊！五班到齐，六班到齐，七班到齐，八班到齐，九班到齐，十班到齐。好，暂停，介绍起。在今天五公里越野训练中，八班表现顽强，授予流动红旗。八班接旗。要我说，还是挂这儿吧。儿男生一进来就会看见的。哎，黎明，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？火车可不是推的。娘子军了的，我认输，向娘子军学习，向娘子军致敬。说，还敢不敢小瞧人了？不敢了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绝对不敢了。喂，请问罗云在吗？哦，不在啊。是这样，请你转告他，我姓林，请他有空给我来个电话。好，谢谢。喂，是罗云吗？哦，丁教授啊，真对不起。什么？我的课题，学校批下来了，真是太好了，丁教授。替我谢谢专家组了，谢谢。好，我一定努力。再见。小红到，出列，把你们班的流动红旗取来。愣什么，还不快去。出列。同学们，你们看，这是一面实实在在的锦旗，它不是奖金，但对军人来讲它是荣誉。在战争年代，军人为它付出的是鲜血；和平年代，军人为它付出的是汗水和奉献。因此它是神圣的，不容任何虚假去玷污。可是今天我们队里有人这样做了，在行军途中有人坐老百姓的自行车，现在我宣布将其收回。女生们，整顿纪律，解散。这回咱们女生班的脸算丢尽了。说吧，谁做的？怎么，没人承认了？敢作敢为吗？既然都做了，为什么不敢承认呢？教导员，你们大家都坐吧。你们都是刚进入军校大门的学生，所以我想提醒你们一下，犯了错误不要紧，要紧的是承认错误，改正错误。也许这位同学当着大家的面不敢承认错误，好，我给他一个机会，明天中午12点以前找我承认错误，我保证不会处分他。过了这个时间，那就很难说了。
司机，我坐自行车的事儿是不是你打的小报告？不是。不是就好。婷婷，嗯，你把我找到这儿来不是让我陪你看星星的吧？小红，你说要是我承认了会不会受处分啊？承认？承认什么？坐自行车的事儿是你干的？嗯。那你白天为什么不说？我怕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你不是现在才知道吧？没那么严重吧，我真是怕拖班里的后腿。你白天要是说了检讨一下就没事了，你拖到现在。哎，小红，你帮帮我吧，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啊。我怎么帮你啊？你去找赵教官求求情，我知道你俩关系不一般。他今天过生日，我本来是要给他祝贺的。哎，我要是这会儿跟他说这事儿，没准他一高兴就放你一马。如果那样，那太好不过了。哎，不过你得给我放哨啊，别让我碰到罗教导员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嗯。你没事吧？啊？你现在越来越没意思了。这么晚了你出来干什么？想你了。什么？胡说八道。你过生日人家来看你，你就对人家这样。我的生日？你怎么还记得呀？这是礼物。眼镜？怎么想起送我这个呀？这是我从北京带来的。志伟哥，你戴上肯定特帅。我自己来。嗯，这下满意了吧？好，我收下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太晚了。我再坐一会儿吧。再晚就要熄灯了，你要是违反了纪律，我可是不徇私情的。快走吧。嗯，我还有事儿要跟你说呢。什么事儿？小红，干什么去了？快说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去看赵教官了，他今天过生日。赵教官。哦，我赵教员。怎么，昨天是你生日？祝你生日快乐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昨天晚上不是专门有人向你祝贺过吗？哦，你说的萧红吧？咱们队里除了他，谁还能有这种荣幸呢？啊，罗教导员，你千万别误会。对于你的严格，本人十分钦佩，但是我觉得对所有学员应该一视同仁。哎，罗云。啊，克凡。啊，哎，你好，你们聊吧，我先走了。好。怎么样，过得还习惯吗？还行。你看我最近很忙，也没有时间去看你。啊，没关系。啊，吉子。哎，好，好吧。哎呀，哎，小红，你昨天帮我问的事怎么样？洗澡去吧，没事。哎，他连这点面子都不给，你还一口一个大哥的叫他呢。嗯，哎，叫不叫大哥是我的事儿，你管那么宽干嘛？哎。思琪，你干嘛呢？我随便走走。我陪你走走。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就看你愿不愿意帮这个忙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这件事说大也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而且只有你能帮上这个忙。我？什么事儿？这是关系到咱班集体荣誉的事儿。你是说坐自行车的事儿吧？嗯。我能帮什么忙？你想啊，事情弄到这个份上，
谁去承认了，队里都不会轻饶的。现在只有你去了，事情才有转机。那为什么？你当时腿受伤了，为了不拖班里的后腿，你坐一段自行车也是为了咱班的集体荣誉啊。说不定呢，队长心一软，就不再追究了，没准儿还能把优胜红旗还给咱们呢。那教导员会相信吗？怎么会不信呢？思琪，求求你好吗？帮帮这个忙好吗？那我就试试吧。真的？思琪，你太好了。赵教官。啊，思琪，干什么去？啊，我找教导员有点事儿。哦，哎，对了，教导员去开会了。啊，哎，赵教官。嗯。思琪，有事吗？麻烦您转告教导员，就说我是来向他承认错误的。承认错误？你犯什么错了？那天我坐了老百姓的自行车。是你坐的吗？我的腿摔坏了，所以我……那你坐了多远？在什么地方下的车？我在那个……思琪，你以为待人受过是一种美德吗？我们之所以没有点出这位女同学的名字，是给她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。你这样做不但帮不了她，反而害了这位同学，知道吗？进来。我是来承认错误的。赵教官。哦。你这是干什么去啊？嗨，这个喂脑袋，这个喂肚子。哈。怎么样？要不要到我楼上去坐一坐？好吧，走，来，请坐。哟，你这屋挺简陋的啊，怎么样，还适应吗？当兵的，走到哪儿都是家。你看，我这只有绿茶了，怎么样？随便吧。军事医学若干问题。哟，你还看这书呢？啊。这谁呀、啊？你夫人呢？我是大龄青年，这是我妹妹，来喝水、哦。挺漂亮的。好了吗？不要紧。您的烧还没退呢。您看，这是我从学校门诊部要的一点退烧药。小琪啊，你怎么又来了？
奶奶，您先把这药吃了。奶奶太不中用了，老让你操心。奶奶，你这说的哪儿的话？今天我们学校发的苹果，我特意带回来给您尝尝。将来呀，我当了医生，我就把您身上的病全治好，这是洗过的，您吃吧。奶奶，我得回去了。您自己要照顾自己。啊，我们发金贴了，您看，您拿着啊。孩子，以后没事你就不要来了，奶奶会自己照顾自己。啊，奶奶。你别想那么多，我会常来看您的。我走了啊。走吧。啊。奶奶，您别哭，我走了。是你啊，这么晚干什么去了？哦，他的腿受了伤，到急诊室换药去了。同学们，我们的军训已经进入了尾声，各项科目的考试已经陆续完成。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一项重要的综合训练考核，寻找伤员，要求是两个人一组，利用你们的军用指北针找到第一个点，也就是第一位假设伤员的所在位置，在那个点的石头下面有一张纸条，标明了第二个伤员的位置，以此类推，直到找到最后一个目标，然后向我交齐所有点的纸条。现在是上午10点钟，12点之前必须到达最后的位置。祝大家成功，完毕。请大家注意，如果你们有一个点失误，就可能一直到晚上都回不来。好，现在大家到我这儿来领纸条。哎，快点！快点！哎，我给大家说，今天啊，我们加把劲儿，争取超过他们男生。好好。哎，走。走。在哪边啊？张飞宇，那边，快点。哦，那边。跟上，来，跟上。哎，丁慧敏，啊，你们可要快点啊！没问题，今天晚上恶人谷见。OK。哎，萧红，萧红，你干嘛呀？害怕。啊！哎，你吓吓我什么呀你？好像有人。别在这吓唬自个儿，萧红。咱们还是绕着走吧。哎，你绕着走上哪儿去啊？反正我不敢。怕什么？反正不会有鬼的，再说还有枪呢，没有子弹。这有鬼，子弹能打得着吗？哎，你要再不走，我一个人走了。哎，等等我。啊！有鬼啊！真有鬼！别怕，真是活见鬼了！算你说对了，萧红，我害怕的就是那些活鬼。什么活鬼？就是那些盗墓的，比死鬼还可怕。哎，行行行，别说了。啊！
回来，是我，哎，回来。黎明，讨厌，干什么你？撞在路管，吓死人了！你要把我们吓出病来，你要负全部责任。干什么你？哎，好，哎，其实我们也是刚到一伙，摸错了地方。不过我摸到一张纸条，你看是不是你们的？哎，还真是咱们的。哎，你怎么一个人啊？嗨，方长江在那边躺着呢。本来啊，刚刚看你们过来，我想叫他一块吓唬你们。这土老帽不干。哎，你以为都跟你似的？黎明，玩够了吧？该走了。哎，知道了，马上。两位小姐，塞翁纳拉了啊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哎，你们也不说声谢谢啊。回见啊。哎，走走。和你分一个总算倒霉了，光着自己的地跟别人的钱。来，把钱给我。哎，来，不用给我。真的不用。哎呀，别客气了，我体力比你好。哎呀，我也需要锻炼嘛，没事的。来，江南，你真好，总是对我那么照顾。子琪，我过去对你太苛刻了，你不要往心里去啊。也怪我，谁让我总是给咱们班拖后腿呢？你已经尽力了。哎呦，哎呀，我觉得你已经尽力了，我真没想到。你那么难啊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别瞒我，我都知道了。小心。哎，你奶奶怎么会在这儿的？奶奶，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说出来你别怪我啊，我跟踪过你。你奶奶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呢？你爸爸妈妈呢？小心点啊。思琪，他们都不在了。啊，最后一个点儿。应该在这坑里。嗯，拿着。哎，哎，哎，那，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慢点，慢着啊！哎，走走。江南，哎，在这儿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快，哎，还有最后一个点了。嗯，哎，没事没事，你别怕，别理他。思琪，想不到你还有对付狗的办法。小时候一个人走山路走惯了，听奶奶说，爸爸小时候一个人走山路还遇到过狼呢。他把狼都吓跑了。是吗？嗯，你爸爸做什么呢？军人。小红，今天咱们挺顺的。哎，你说今天咱们能不能第一个达到目的地？要不是你路上神神叨叨的，咱们早到了。啊，解放军叔叔，解放军叔叔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有人呢。怎么了？我爸爸从桥上掉下去了。在哪儿了？在那边。小弟弟，我们有任务，这样吧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们去叫人救你爸爸。你等着啊，你站着别动啊。别怕，别叫啊，再叫给你说的。谁啊？大叔，你别怕，嗯，我们是军医大学的，我们正在搞训练呢。你们村有一个人掉到河里去了，您去救他吧，您快去救救他吧。是啊，你快去救吧。这种事你们当兵的不去救，凭什么找我们呢？我们没空。我们是有任务，是啊，您去救救他吧。
哎，您帮帮忙。好，你们放心的走吧。哎，我回去换件衣服，马上就过来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再见。吃饭前的你，你是讲的电话题，青春的花花不满，只剩花瓶绿，画出我吧泪中的微笑，画出藏着苦涩的心。